广东人的童年回忆。兄弟，给我一瓶沐浴露。这么快用上呀？那谢谢啊。这是什么洗澡玩具吗？咩啊，大象沐浴露喎。我细个都用噶，嗰阵味好香噶。我哋用完之后咧，会装水肥人嘅。但排风不是玩具。哎，你快冲啊，冲完帮我执嘢啊。这么多东西收啊？这啥卡片啊，破垃圾啊！烂你个头，夜市卡嚟噶。我细个储得好辛苦噶。这什么夜市猫的呀？买夜市杂志送噶。我细个好中意片里边啲恐怖故事或者情感故事睇嘅，好过瘾嘅。这卡上的签名很新啊。哦，呢、这个系最近撞到 Kenny， 揾佢签嘅。又被你撞到了，这小毛衣又是啥呀？哇，鸡仔乜保暖衫啊，好多人细个都着嘅，暖到飞起啊，一着个人就醒噶啦，这么厉害啊！因为每次着都会有好多静电，被静电拍醒。那这个罐子是干嘛的？哇，这个经典啊，我细个好中意食噶，日本干鱿丸，系 why 呢？你怎么突然多了顶帽子？系喎，毛毛静静多顶帽嘅。你们这童年物品真是千奇百怪的。行吧，帮你放好它。平时它放哪儿啊？通常猫会放柜顶或者雪柜顶。为什么呀？那不很难拿吗？就系要难攞啊！惊我哋偷食啊！